对，非常重要，因为是第一次真的挑大梁演那么重的戏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在那里拍戏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。我那时候就有跟那时候工作人员讲说，我觉得是我拍戏以来第一次这么开心，因为大家就是工作人员的感情真的都很好。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 team 很多人是香港人，然后导演也是，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到最后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我。就是拍戏拍到最后虽然很累，但是我都是靠着某一些意志力，譬如说要整一些杀青的，就是其他的演员，然后我都是靠这样子，我是靠这样子继续活下来。你这种看起来像是被整的人，你还有机会整人家？没有，我都在里面整。印象最深刻整到谁过？导演。怎么整他？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有，我们想要用面粉，然后去。就是撒在他身上，但是我们就一直想说到底应该要哪一天去整他会比较方便，就好死不死刚好那天拍戏的时候，哎，现场就有面粉，然后导演就说要叫我们几个女演员，就是有诗诗啊，然后有就是另外一个女演员，我们三个一起玩面粉在追逐的戏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真的是择期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就沟通一下，想说那我们如果带冲出去弄导演，他一定会跑，所以我们要把他设计骗进来。所以我们就那一场戏拍完的时候，最后一个镜头是在就是大家追逐，然后就要喊他之前织女嘛，他就演员外进来，员外织女。对对对，我们就跑跑跑，然后我们就设计说跌倒的戏。然后我就哎呀，就一声就这样摔在地上，导演就很紧张，在外面说到底有没有事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就说啊，脚很痛啊，怎样的？然后导演就冲进来，然后他一冲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家使个眼色，就说就现在，然后就开始弄他，然后面哇，就这样粉就过来了。对，导演全身都是面粉。对，他都要拍戏拍到现在第一次被整。哇，你们很厉害哦！到内地那边能够跟导演这样完成一片，对啊，这表示这个剧组是像家庭一样的，真的敢跟导演开玩笑，表示这个戏真的拍摄的情况是非常的和谐的。但是免不了拍古装粘头套啊，化妆，还有一些很厚重的衣服，尤其是在大热天拍。我们拍的时候是冬天。哎呀，那刚好。所以我还嫌那衣服不够厚。是啊。对。那粘头套，你说你能适应吗？其实还可以耶。你说一弄一天呢？也还好，我们大概就是早上要比较早起床，稍微弄个一个多小时这样子。哎呀，那其实在这个拍摄的片场啊，横店那边，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们来做一个休闲啊、调剂的一些娱乐，或是运动？拍戏里面的，你完全没有机会吗？对，我完全都没有时间。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去内地拍古装，然后第一次在里面雕威亚，然后第一次骑马，就是然后第一次真的导演，因为我有好多好多第一次都是给儿童人。哎呀，